Hello， 今天吃一份特别豪华的小龙虾蟹黄拌饭，然后还有两只小青龙。我点了一份糖水，但送过来的话全部都是冻住的，像冰球、冰雪球一样。我淋一下这个清补凉，让它融化快一点。哇，哇。这也太满足了吧。一口饭三只小龙虾，椰子冰球，芋泥球，真的是剥虾两小时，吃虾五分钟。虾尾还有一点点肉，哇，这个肉质真的超级紧实。这个剥不出来了。
臭的榴莲。那我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